这个谈话型节目的时候，嗯哼，你有时候很早就要开始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太晚睡的时候，你隔天就是黑眼圈跟肚里一样黑啊，然后就是笑得这样，然后你要攻击我。对啊，我们是同一国人。他皮肤黑，但是他没有黑眼圈啊。对啊，看不出来黑眼圈，看不出来。他就是一个黑眼圈。对，然后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就想要早一点睡嘛，这样我隔天比较好接话什么的，效果比较好。然后还是你也可以请辞啊。对，而且你从来没有什么效果，不好意思。早一点睡，然后我女朋友打给我，她说：“哎 ，baby， 你要不要来？”在这里过夜一个晚上，我说，哎，不行啊，因为我知道我过去那边我会想尿啊什么的，然后说还是不要好了，我明天要工作，我要想要早一点睡。嗯，他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来录二分之一强的前一天都要禁欲就对了，对，要准备，因为你是 C 罗就对，不是我来这边压力足球明星就对了，要晋升啊，要晋升，我明天要看到你们压力很大嘛，然后对。